哦，毛已经长齐了，也不能这样偷吃吧？哦，校长去当小王被打，可能是刚好哦。如果你想红，我会让你红。哦，苹果帮你画动画，让你红啦。是没错啦，不过还是要讲道德吧，特别是身为校长、老师，为人师表衣冠楚楚，又是有婚姻关系，偏偏在户外搞车震，被抓奸抛网，想不红都难。中国湖南某小学女老师与校长祸从甚密，不只是在学校，还到校外情欲流动，感情那个交融。1月2日晚间，双方在车震时被抓奸群众活逮，校长想跑，立刻被压制。主管单位已经证实，两名被抓奸的男女确实是小学的徐姓校长和吴姓女教师。目前校长被停职，女教师则暂停工作，因为当事人有婚姻关系，目前还不知道校长妈妈有没有带校长去和解。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道。